小红书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浴室的好物。这个是马林狗子的一个薄荷味的洗发水，这个洗发水特别的干爽，用完之后好几天头发都不会油。我头发本身不是很爱出油，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用的话，如果有一点干，我就会再搭配一个发膜。这个发膜是芬龙的美容液发膜，这个发膜好像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，它有一点那个桃子味儿，好像之前说过一次，反正这三个搭在一起就挺好用的，对我来说就比较够用。接下来是一个好运沐浴露，这个沐浴露我在朋友圈发过一次，然后好多人都被我种草了。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功效型的沐浴露，味道是很清新的柚子味道，相较于其他沐浴露来说就是会比较稀。怎么说呢，好用不好用的，反正就是图个吉利吧，好运连连，万事胜意，富贵吉祥。接下来是一个牙膏，这个牙膏很厉害，这是一个巧克力味的牙膏，拧开给大家看，里面是黑色的，巧克力味特别浓。这个是黑巧口味的，我买了好多支，一个黑巧的，一个白巧的，这两个是搭配在一起卖的。然后他还会送我好多赠品哦，还出了一个新口味，什么红石榴百香多多，我正在用的那一支是什么青柠还是什么口味的，但是他送了我好多漱口水。这个牙膏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分享给大家这一期。